这是，这是我欠你的，虽然花了点力气，但终归还是从罗英年手里赎了回来。哦，对了，我给门做了加固，如果以后有贼人想要破门而入，你能抵挡片刻，足够你从后门离开，免得我之后不在。所以你很早就想着离开了，对吗？那时候前途未卜，我害怕以后你一个人在医馆里遇到危险怎么办，所以就暗中安排了这一切。现在想来，还好我提前做了这些准备，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能保护好自己。你的命是我救的，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我可有问过我的意见？你说过你的命属于我，那我就得好好看着，以免被人抢走了。依依，此去京城生死未卜，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路会是什么样，所以我不能带你去趟浑水。害老爷，曹捕头，还不把他们两个抓起来！